兵，你真不去啊？那我自己去了。我为了找借口见你，约大家出来唱歌。你说你加班呢？我是被朋友拉出来的。对不起啊，那天场面有些失控。好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，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。你怎么能跟元宝说好坚持三年的？三年回来我们还要结婚呢，你就这么等不起啊？三年？你以为是三个月吗？从我们谈恋爱到你走，一共才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你却要我等三年，请问谁等得起啊？可你当时说你尊重我的选择，你要是留我的话，我就一定不走了。我今天回来放弃的是那边的结业考试，我这一年的书算是白读了，这还不摆明我的选择吗？我怎么没有留你啊？你还要我怎么留你？你从来没有说过你想留我，你从来没有说过你不想我走啊。哎，小丁，这是谁呀？宝帅。哦，我看出来了，请问怎么称呼啊？就叫宝帅。哦，姓宝名帅。哎，既然来了，一块去唱个歌再走嘛！来来来，一块唱一首来。在哪儿呢？我在和朋友一起唱歌呢。呀，唱歌呢？我怎么那么鄙视你呢？啊，在哪儿唱呢？怎么就不告诉我呢？我找你去。他们没有叫你来，你自己和自己玩吧。我怎么听着云人唱歌那么像豹子啊？别人唱歌我听不出来是谁，豹子唱歌我还能听不出来了？不是，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呢？啊，你们在哪儿呢？喂，别，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呢？你去个屁呀、啊！长春就那么几家店，我一家一家找，一间一间找，我还不信找不着了我。你有这精力，十个八个全到手了。你懂个粑粑呀你！哎，你这么追丫头太没面子了。嗯。哎，你去了之后，人家都走了。那我也得找。好吃的来啦，自己拿啊。怎么了？喂，你不是怀孕了吧？你才怀孕了。到医院一趟吧。要不我现在送你回去，你明天过来我早班。对啊对啊对的、啊，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怀孕。去啊去啊，我明天早上上班呢。哦，上班可以请假呀，身体要紧的啦。那要不现在去吧，现在没人，一下就可以拿报告了。去啊！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？你们玩吧。请回家了，不送你，拜拜。
来吧。干嘛来医院呀？做个检查，这样你心里也踏实一点。现在人少，一会就能拿报告。要是你明天的话，你得排大队。我不去，这大晚上的也太奇怪了吧？一点也不奇怪，对医生来说这很正常。你走之前冤把来问我了，问我是怎么想的。我想肯定是你让他来问的。我说了，我说我不想你走，想让你留在我身边。说完以后我就一直等着，我以为你会改变主意。这毕竟只是一次普通的进修，可是你却毫无反应，说走就走。夏冰，元宝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我，他一个字都没有跟我说过。九号夏冰，你的化验结果出来了。哎，夏冰呢？我去！行，好啊，你打吧。如果你要觉得我过去都错了，我都对不起你和爸爸，你随便打。今天你打我，绝不还手，打吧。建议，你要有什么话吧，想骂你先骂，咱们先把话说了，再动手也不迟。好，我问你，我去英国之前，夏冰让你告诉我他不想我走，你为什么告诉我？人家是没想让我告诉你，他没想让你告诉我，难道这话说给你听吗？
我走之前，我也让你去问夏冰，问他愿不愿意等我三年，愿不愿意等我三年。如果他不愿意等，我就不走。你为什么不问？我没找着合适机会啊！这个没有，那个没有，你根本一点都不安好心。我没安好心，我喜欢他，我就没安好心。我们俩当好朋友的时候，你还没来呢。我见夏冰第一面我就喜欢他，怎么了？有错吗？那时候小不懂事儿，我说行，我曲线救国，我先跟他当好朋友行了吧？我好不容易我跟他当了好朋友了，你来了，我这人大度，我们三个人一块做好朋友没问题。我想我还是曲线救国，等到了年纪的时候，我要把她变成自己的女朋友。我还没有把她变成自己女朋友，你把她变成女朋友了。你不能说因为我喜欢她，我就不安好心啊？怎么的？我长得不好看是吧？啊，你长得好看，你拿她的当女朋友，你安好心了？那你啥因果呢？你安好心了吗？你，云宝，你不用现在这个时候说那么多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对，没有用，反正他已经是我女朋友。我把你当兄弟，对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骗走我女朋友，你骗了我们两个人，你懂吗？都有回声了，你不嫌丢人，我嫌丢人。怎么的，豹子，你还要动手啊？我今天跟你讲了，你要觉得我过去对不起你，没问题，你随便打我，我绝不还手。太疼了，但是你要再动我一下，你看哪儿呢？我饶不了你。我去！打什么打？啊！你干啥去了？啊！我真想不到是我最好的朋友骗走我的女朋友。谁骗？夏宝，他怎么对你的你知道吧？我怎么对你你知道吧？他在上海。我在上海，他在英国，我还在上海。别说了，你想，夏冰，你也听到了，事情并不是。都不要说了，谁的话我都不想听。不要跟我，谁跟着我？不要。接电话呢，嗯，你饿不饿？我给你买个饭啊。干啥呀？哎，是怀孕了吗？管得着吗你？那当然管得着，跟我有关系。我正式通知你啊，我们俩分手了。我跟你分手，不是因为我再想跟鲍帅怎么怎么着，而是因为你同时算计了两个你最要好的朋友。不是，我原来喜欢你是因为我觉得你重情重义，不弄虚作假，现在这两样都没了。我怎么没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就算欺骗你，我也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清楚，对不对？我就算不欺骗你的话，鲍帅是不是也该去英国也去英国？你先别走，对不对？我们为啥要分手啊？我们为啥不分手呀？你没有道理跟我分手。
我还有什么道理要跟你在一块儿呀？是，我是有些不舍得，因为你对我好。可现在在我看来，这些好都是建立在欺骗的前提之上的。你什么欺骗？哪有那么大事儿啊？闹着玩抠眼珠子呀、啊？你现在你那有我孩子，对，我是他爸，这事儿我不同意。都要分手了，还有什么孩子？奇了怪了。我警告你啊！警告我什么呀？你再走一步试试。你吓唬我是吧？胆子大了去了你！你再走一步试试。你再走，好。上班走啊，走啊，上班去。上班时间人多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起来。人都走了，都离开我了，我还丢什么人呢？我还怕？那你跪着吧。小吃点，胖起来容易，瘦起来可就又花时间又花钱了。哎，夏薇，你不吃啊？来瓶养乐多吧。给，下来。Fiona， 你简直是身体力行向我证明一句话：孕妇，这是一孕奔三年。L 号之美给胖妞一个春天，为胖妞专门做一期造型建议。那要我们的瘦身版面干嘛呢？要是天下的女人都自我满足、自我催眠，那要我们的杂志干什么？卖给谁啊？可读者希望看，不是他们希望看什么，是我们要让他们看什么。你的任务是要让他们明白，胖女人是没有什么漂亮衣服可以穿的，又胖又没钱，那简直就是天底下最悲催的事情了。他们必须看我们的杂志，一边做节食运动，一边学习职场的相处之道，才有可能升职加薪，找个有钱人。菲昂娜啊，你要是这个选题老是出问题的话，我恐怕真得找个人代替你了啊。哎，他恨不得啊，哪天医院有团购妇科上门手术，把这里每个人都抓进去做一个，他才高兴。那万一哪天你要怀孕了，也不要啊？我下楼去一趟啊，李木子一会儿要是问起来就说，说我去买点东西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保洁阿姨说，一楼有个男的，跪了一上午，现在不知道怎么样。你干嘛去了？我肚子疼。